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贝卡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是周六，然后我们全家又打算去趟动物园，因为上周不是阿米莉后来睡着了嘛，然后所以海洋馆那边就很多动物都没有看到。然后今天天气也不错，我们就决定再去趟动物园，好吧？那看一下阿米莉，阿米莉 ，Hello， say hi， hi， hi。好吧，那到动物园再给大家拍吧。我们又来墨尔本动物园了，上次我们是从左边走的，这次从右边走。这个就是那个冰河世纪里边的那个小动物，就可以站起来的那个，好可爱哦。阿米莉喜欢吗？阿米莉，你把鸡肉啊，快点，你来。You go into menu, you go into choosing menu. Yeah. 160. Sorry, 160. 这边这只好懒呀，躺在晒太阳。老龟，我刚才以为是一块石头，它是真的这只。天哪 ！M， 好大，还在动，好巨大一只啊！这个，哇，这个就更大了，这个超级大，这个。天哪！这身长得有一米了。巨大的一只，阿米莉皱眉头干嘛 ？Hello， 这边那个树我超级喜欢，这是我的 dream tree， 我特别希望我家的房子有这个树。这个好像鸡一样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大米和阿米莉进到这里面去了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东西吧，不想进去。我从这边走好了，我好聪明。Nothing there 啊，我说对了吧？什么都没有。大米去这家买咖啡了，我跟阿米莉等一下。阿米莉，阿米莉，嘿，嘿。嗯，这什么呀？你要吃吗？尿尿。尿尿。阿米莉现在想走一走，然后我们就走一走。不想走啦？你不走，你在这干嘛呀？嗯，阿米莉 ，Let's go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走呀？阿米莉，快走了，快！阿米莉想玩旋转木马。
刚才已经点好了饭。艾米丽，看妈妈，给她带了那个酸奶豆豆，特别喜欢吃。让他给他爸吃，他爸的。Don't deny papa。他不给他爸。Don't deny papa。No。舍不得给爸爸吃。Emily。Emily， 你给爸爸吃一个吧，好吗？假装的。No。你太抠门了吧 ，Emily？ 你给爸爸吃一个。No。抠门儿，你是不是抠门呀？嗯。Emily， 等等，爸爸。给爸爸吃一个。哦。这是大米点的 burger， 看起来还不错，比较正常。这边是 Japanese Garden， 这边有好多鸟。刚才吃饭的就是那个 restaurant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边溜一圈，阳光好好呀，还蛮美的这边。这边有两只巨大的鸟，离近点看一下，好大呀！这应该是什么水鸟？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海洋馆那边看一下。这边假的海豹的一些 decoration， 然后里面应该有企鹅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个design还挺好的，就所有的人字拖鞋在这边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里就是墨尔本的海洋馆，不是墨尔本的海洋馆，墨尔本自的海洋馆，因为墨尔本 City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海洋馆。Yeah。这边有一只大鱼。哇！好黑呀，这里面。
企鹅在那边。Baby, come in the water. Oh, regarde Amélie.She's gonna pull this. Yeah. Oh. Wow. Wow. 这边是两栖动物爬行馆。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。哦，蜥蜴，这边有个蜥蜴。那这里。Very still.这边有好多小乌龟。That is not a big. Why two animals? 这边有一只好大的蜥蜴。嗯。这有一只变色龙。阿米莉，阿米莉，哈哈，他爸给他裙子上加了好多这个晾衣服的夹子，然后特别高兴，就觉得特别好看。阿米莉，高兴呀！你怎么这么逗呀？像草裙舞是吧，阿米莉？嗯。阿米莉，妈妈看看，还让他爸给他加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来给我的视频做个 ending。今天又是礼拜六了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全家会带着阿米莉去公园玩。应该也会录视频给大家的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次的视频，就帮我点个赞吧。如果想关注我之后的视频，就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，把二维码放在这边。谢谢，拜。